太搞笑了，太搞笑了！不知道大家看了 TVB 台庆没？反正范范是笑没了。一开场的手势舞是什么鬼啊？喂，一个人不够，还来一群，就一样的动作跳了一分钟，有点像寿司店师傅做集训。然后出场了一堆漂亮小姐姐和帅气小哥哥，竟然就穿着健身服跳体操舞，最后叠叠乐。看台下明星表情也是很精彩了，曾志伟撇了撇嘴，其他人也一脸不可言喻。不过台庆就是 TVB 公司团建，过往节目也比较夸张就是了，节目效果拉满，真的很欢乐啊。